参与吧。冲天香阵透岳阳，满城尽是琉璃甲。欢迎你误入这片狼藉的森林。天底下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争他争得头破血流。彩云散，流离散，青崖上谁？你拿去便是。彩云散，琉璃碎，听着就好，不要他作甚。这触感是皮肉，完美。他果然是臭紫薯，地狱不哭，誓不成佛。但只求舍我一身，能与这暗室卸下一线天光。他们是为大义而死，还是为了金眼线而死？望着你不肯后退的眼睛。神杀我，所以你觉得我是个好人？我原来是个好人啊！要杀就叫我师兄，去杀，这就是你要的结果吗？周首领，你敢说你平生所杀的便都是坏人？天下本是庸人自扰之，他们都是披着人皮的恶鬼。他是人间不好，举世皆可杀。望着你走投无路的眼睛，不确定自己代表了光明。多长时间？你能不能死啊？若不在，天山木子，我孤意之影向你去啊！我飞着，我们一拥而上，不要当飞尸了他！留下来的人，才是最痛苦的。你是我的师兄。别让我这一回吧。无人灯下对酒，无人对我心。天涯浪客，为君与吾足矣。阿旭，我们若是能这么天长地久的在四季山庄住下去就好了，有何不可？大多好物不坚冷，彩云易散，琉璃碎。